来，我的同胞，起来吧，为了我们的自由，就在明天。对，没错，为了自由，为了自由。是柠檬，你可不准逃走。柠檬伸手攀比。他走得快了，时空数据超动。小矮妖，给本喵投降。站住！捡的，你是偷。现在你有两个选择：一，乖乖投降，本庙稍微教训你一下；二，胖揍一顿，再把头盔拿回。这不选啥都得挨揍吗？不然呢？通天万能化，再来！嘿，我疼！什么？头盔消失了，难道是艾尔？收到。根据资料，头盔和2000年前的大英雄斯巴达克斯有关。啥？什么达？那是谁呀？跑快点！真是的，跑这么慢，没吃饭吗？喂，先给我解开呀！妈呀！这是什么情况？你这奴隶太慢了，放快点。奴隶？奇迹特工队，你们也发现时空起点出现了。出动吧，不怕强敌，极致出击。青青，这次的时空起点也太过分了，到底是什么被改变了？和艾尔说的斯巴达克斯有关吗？对，这次关键时刻是公元前73年，在古罗马帝国爆发西方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奴隶起义，斯巴达克起义。可的飞飞的确实还挺帅的。根据资料，斯巴达克斯是决斗兽场里最强大的决斗士，有他带领，奴隶们才敢于反抗残暴的古罗马。斯巴达克起义对当代社会有着重大意义，就连那位思想家也这么说过。斯巴达克斯是旧时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，因为他的起义，人们才改变想法，最终推翻万恶的奴隶制度。我们一定要让斯巴达克斯起义成功，出发吧！时间飞船，奇趣变形，就是最早爆发起义的卡普亚城。艾尔，这大圆柱是什么呀？根据资料，那是斗兽场，专供贵族观看决斗士战斗的地方。斯巴达克斯肯定在那里，我们马上。决斗士逃走了，捉住他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哎，兄弟，这就交给你们啦！看招，无敌冲天杖！再见喽！喂，谁跟你是好兄弟？他们是一伙的。先收拾了他们。百变重锤，我枪！
要行动吧。对，交给本彪，驯龙战车出动。驯龙战车急需变形。我去把坏柠檬给堆住，目标锁定，光标弹射。好，我也来。哇，快看，那是什么？飞鹰战车。凯奇，不能耍赖皮。喂，你们是什么人？他们是敌人。是敌人，别让他们跑了。准备出发。快，我们先散开，甩掉他们再说。可别，收拾了坏柠檬，就带你回去。生气，全速发射！光迹追踪。不见了，继续搜，一定还在附近。是。这也太慢了。这不是重点，我们先解决蒙查查。可他有这招，很难对付呀。嘿，只要封住他的手不就行了？我想到个计划。喂喂，别躲了，你出来给我变快活吧。出来就出来。通天火箭拳，连环发射，不会死。嘿，逆转光枪，给本喵回来。逆
走！不急，没用没用，毛剑出！你的必杀就用不了了，闪电猫！哎，给我砍招！糟了，危险！必杀，超妖剑光劈！哎呀！冬夜！轻轻松松，大获成功！耶！来人呐！斯巴达克斯带着决斗士们造反了！兄弟们，跟着我冲啊！为了自由！打不住了，快撤！同胞们，成功了！今天我们自由了！齐聚特工，任务成功！